共十八大之后不久，邓小平三女儿邓蓉与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商团。虽然官媒的报道中删去了他的名字，但江泽民当年对邓小平家族约法三章再次成为话题。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高鑫的评论文章表示，当年的江泽民与邓家子女有约法三章，那就是邓蓉的丈夫贺平不得再经营军商并离开解放军装备部门，邓芷芳从内地和香港商界完全退出，邓蓉本人不得再以邓小平发言人身份擅自发表谈话，如无必要不再对外以邓小平家人身份公开活动。这一约法三章当年是以口头形式作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当年11月27日，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商团，邓蓉出席了会见。但李克强的这次公开活动报道内容被官方技术性处理。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央视的报道提到邓蓉的出席，但随后官媒文字报道将邓蓉的名字删除，只保留了他出席会议的照片。当时中共央视的画面显示，邓蓉在照相和座谈时就在李克强旁边。中共外交部网站当时也有这一新闻。照片显示，双方会面时邓蓉坐在李克强左边，而照相时站在李克强右侧。但外交部网站说，这些美国企业家来自摩根斯坦利、桥水投资、堡垒投资集团、海甲金融集团等公司，而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机械、金融、石化、信息、粮食等领域的著名企业负责人，就是媒体中方参加的还有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负责人邓蓉。有在美国的华人政论人士分析说，这反映了中共高层的内斗，有人不愿意李克强和邓小平家族走得近。江泽民自1989年六四当上中共总书记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鼓吹反和平演变，差点被邓小平赶下台。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警告，谁反对改革谁就要下台，向江泽民下最后通牒。江泽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向邓小平认错。但在邓小平1994年病重时，江泽民开始打击报复邓家。江先抓了邓小平家族首钢的太子党周贝芳，在双规同其合作的邓小平次子邓志芳、邓小平妻卓林以寻死方式救回邓志芳，但周北方被判死缓，而此时邓小平还没有死。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其家族更遭到江泽民、曾庆红的打击。当前江泽民的铁杆亲信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被打掉，习近平当局的反腐已逼近曾庆红及江本人。按照中国百度百科资料，邓蓉现在职务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邓蓉出生在1950年，是邓小平最小的女儿。邓小平1997年去世后，邓蓉曾以毛毛之名出书《我的父亲邓小平》《上选》和《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邓蓉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解放军总政组织部副处长、中国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治出版社社长。邓蓉90年代中曾对到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说，六四开枪是迫不得已。邓蓉后来到美国访问也说，六四事件是个悲剧。邓小平的另一个女儿画家邓林2007年在香港电台上说，六四事件应由当时的中央集体负责。港媒日前披露，中共高层内部申报的资产财富数据显示，刘云山家族资产财富达1亿4000多万元人民币，还拥有5套住宅，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是首富。但内部申报数据是否有作假，公民无从监督。此前网络爆料，刘云山家族资产至少有28亿之多。香港动向杂志3月号披露了中共政治局25名委员及配偶家族财产状况。数据显示，刘云山家族的财产数额达14780万元。此外，其家族还拥有5套住宅，在政治局常委中是首富，且住宅最多。财产数额仅次于刘云山的常委是张高黎，达12846万元，另外有3套住宅。报道还说，中共高官财产按年申报了，但未公开公示，会否漏报、少报、作假都无从监督。网络上披露，刘云山家族的资产财富在28亿至35亿之间。
2013年曾有网帖爆料，刘云山父子原籍山西忻州，进京之前，刘云山主要在内蒙发迹。刘氏家族始终以内蒙为依托，大肆窃取国家财富，满足其家族无限贪欲。2004年前，刘氏家族已经暗中实际掌控了大象投资公司，并且操作了对内蒙伊利股份法人股的操控，股改后，其掌握的伊利法人股市值超过数亿元。刘云山家族同时还控股了另一家内蒙上市公司，金宇集团的大部分法人股。而且，在内蒙掌控了相当多的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包括煤矿、木矿等等。入主中国人寿投资管理部以后，刘岳飞左右一名一案，受托两家公司轻松运作，大肆敛财，实现其窃取国家资财的终极目的。同时，网帖还披露刘云山儿子刘岳飞的发财线路图，并入了中国人寿的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用中国人寿的钱协议存款，然后指定贷款给刘岳飞控制的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再承揽中国人寿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这样，刘岳飞通过自己控制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赚钱的链条就构建完成。而且，不管当局任何政策紧缩调整，刘岳飞借房地产开发公司安全发财始终安全运作。最近，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刘云山与中共政法大佬贾春旺是亲家，儿子刘岳飞与贾春旺的女儿结婚。贾春旺曾经任国安部长、公安部长以及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刘贾联姻被视为是中共政坛政治联姻的典型，刘云山据此也在政法界拥有广泛人脉。同时，刘云山家族跨政治和财经两大疆域。刘岳飞曾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中信产业基金旗下有四支基金，总规模达260亿元。报道称，刘岳飞在金融财经界的深广人脉令刘云山更有恃无恐。刘云山像章鱼一样将触角伸向党政财文各界，形成盘根错节的权贵勾结。有消息人士日前透露，掌管中共宣传口的刘云山利用习近平上个月在视察中共三大党媒时提出党媒姓党的说法，搞了一连串的动作，想让外界将习近平误读成要成为当代的毛泽东。海外《明镜邮报》引述中纪委系统的消息人士话说，隶属江泽民派系的刘云山为了保住自己眼前的权位及今后不被清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指使中宣部系统对习近平进行高级黑，如中共宣传系统用神话、个人崇拜的方式将习近平塑造成一个当代的毛泽东。报道还提到，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文革结束40周年，中宣部正打算利用这一契机，利用习近平本人所讲的不要将中共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对立起来，着意将习近平文革化。习近平对刘云山的小动作心知肚明，曾以不要叫我习大大对刘发出警告。中纪委的官员还表示，习近平目前已将矛头对准中宣系统，有数名身居要职者面临双规调职贬职是肯定的，就包括刘云山本人都难保不一定不出事。按照中共的说法，中宣部的主要职能是管控意识形态、新闻出版甚至教育方针，即掌管中共宣传路线、方针、政策，涉及相关领域的各个层面。该官员还说，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是听命刘云山的，与令计划交集匪浅。刘曾在四川任职多年，和此前主政四川的周永康及其团伙也有很深的交集，因此刘奇葆是这一届政治局委员中最有可能随时下台者。据《明镜邮报》2月28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现任中共浙江省省长李强即将升迁，但去向尚未最后决定。据知，李强是在两个重要职务中选择，一个是上京担任习近平办公室主任，另一个是赴上海担任市长。《明镜邮报》还说，上海政界人士披露，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毅人刚于2015年5月升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希将调来上海主政，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将入京。
现任上海市市长杨雄被指是江泽民之子江绵鹏的亲信，他曾经在江绵鹏的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任职总经理。据港媒报道，杨雄曾协助江绵鹏打造了一个势力遍布上海的庞大的资本帝国。韩正也被指是江派人马，长期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老巢上海为官，曾任上海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中共十八大后不久，就有报道称习近平当局要把韩正调离，但江泽民要把韩正留在上海看管其家族利益。江泽民的两个儿子、侄子也都在上海发展。此前有评论认为，韩正如果被调离上海，习可能会对上海帮发起猛攻。可能出任上海市市长的李强是习近平的旧部，李强曾是习近平在浙江的大秘。习任浙江省委书记两年后，李于2004年11月从温州市委书记调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成为习的大秘。2005年10月，李兼任浙江省委常委，晋升副部级。习调离后，李仍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直到2011年2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任后，李强升任浙江省代省长、省长。现年不足60岁的李希被指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2007年8月17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曾会见由时任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率领的延安市代表团。2008年，时任延安市委书记的李希还曾向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传达习近平的回复信。梁家河是习近平插队的地方，他曾在这里度过七年的插队生活。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任后，李希先后从上海组织部部长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2015年5月升任辽宁省委书记、